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想让发财树茎干更粗壮，其实方法非常简单，给发财树浇点白色液体肥，叶片翠绿，茎干长得更粗壮。这种白色液体肥就是淘米水和牛奶。制作这种白色液体肥的时候，制作方法分为两步。第一步，先准备好一个塑料瓶，在瓶子里装满淘米水，然后密封发酵一个星期左右，淘米水中就会形成大量的乳酸菌。第二步，在已经形成乳酸菌的淘米水中加入牛奶，进行二次发酵，继续发酵15天。发酵好之后，取上层溶液加水稀释，溶液和水的比例为1:500，这时候就可以交给发财树了。这种白色液体肥当中含有大量的淀粉、蛋白质、脂肪等养分，而且乳酸菌也能为发财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，这样发财树茎干就会长得更粗壮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、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